脱口秀演员何广智被曝插足，迅速引起网友热议。有网友爆料，自己相恋五年的女友竟与何广智及另一脱口秀选手小麦只喝冰可乐有着暧昧关系，并晒出了部分聊天截图作为证据。从截图来看，何广智和女方互动频繁，言语间透露出亲密无间，而小麦只喝冰可乐的加入更是让这段关系显得扑朔迷离。博主在订婚前夕发现女友出轨，心痛之余决定揭露真相，指责何广智等人道德底线沦丧。此事一出，立刻在脱口秀圈引起轩然大波，网友们纷纷表示震惊，没想到何广智也会因男女关系问题而人设崩塌。尽管何广智因酷似周杰伦而走红，但显然他并未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关注。一些网友调侃他台上台下两副面孔，台上自卑小伙，台下却自信满满。随后博主删除了动态，但主页仍保留着与女友的亲密合影。有人质疑博主删帖原因，有人则要求何广智给出回应。对此你怎么看呢？